百级棒棒冰。黄瑞坤看到应该会很羡慕。问题是机会很少啊，谁要带他去啊？以杨家的传统，零用钱根本是一定是不够用的。你今天零用钱会多少钱？有没有200块？一个月。我卡在零用钱一个月100块。他到高中有涨价，一个月大概台币1000块。但那个去的速度真的是很快。我们高中也是住家里。住家里啊？对啊。高中住外面，也是一个月1000块。因为你去买个面啊，还是吃弄个饮料，就10几块钱了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所以爸爸妈妈不会把你的跟朋友出去玩的费用放在里面。没有啊，零用钱就零用钱。你要不要出去去投送香槟，也许就是花你自己的零用钱。那不够啊。那绝对不够的、啊，吃一个汉堡就。那时候马币就20几块了，看套餐嘛。那你就在那边看同学，五位同学让家里为什么这给的零用钱那么多、啊？一吃百吉半半冰的、啊，快吃完。那个塑胶不要吃进去哦，还有那个纸，你好像吃到纸了。那个卫生纸好吃吗？哇哟，咳嗽了！哦，你咳嗽了，所以要给我吃。你咳嗽了。